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继续的为大家来揭晓荣誉了。没错，那么亚洲新歌榜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肯定不只表彰我们国内的艺人，是，我们要表彰海外的艺人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亚洲新歌榜2018年度盛典海外杰出艺人，请看大屏幕。他是泰国当红优质偶像，不仅演技亮眼，亦是屡获殊荣的歌手。如今他带着首张中文专辑《你在我心中》，以歌手身份再次出发。微博话题 Mac 你在我心中热度持续走高，阅读量突破1亿。亚洲新歌榜2018年度盛典海外杰出艺人 Mac Angelo， 有请荣誉获得者Mike Angelo， 欢迎。Mike 在荧幕上是迷倒万千少女的霸道总裁，生活中是热心满满的真诚暖男，而舞台上又是充满魅力的实力唱将。希望多面发展的他能在中国取得更好的成绩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要有请华纳音乐中国区的董事总经理王崇元先生、微博财务副总裁曹飞女士为我们授予荣誉，欢迎二位，欢迎。在异国他乡能够拿到这样的荣誉，除了感谢我们的新浪微博，感谢我们的亚洲新歌榜，相信要感谢所有一直在支持 Mike 的粉丝朋友们。嗯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 Mike 发表感言。Mike say something. Would you say something to us? Yeah. 突然紧张啊！非常感谢新浪微博和新浪娱乐授予我这个奖，也非常感谢我的粉丝，谢谢大家一直来支持我，我会继续努力来回馈你们对我的爱，谢谢大家，爱你们哦。谢谢，谢谢，也请三位一起合张影。哇，麦克中文真的是很好，我们俩还在那说英语，因为麦克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喜爱他、疼爱他的粉丝朋友，特地为了粉丝朋友们一直在精进和学习更好的中文。啊，而且他的中文歌唱的也很好听哦。关键是人好帅呀、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话，来，谢谢谢谢，再次恭喜麦克，恭喜麦克。